害汉语志愿者。今年是我在挪用公立光华学校的第二个任期。初来泰国，我的一切都感到新奇，无论是第一次站上泰国讲台的紧张，还是语言沟通上的不便，亦或是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崭新体验，都使我倍感新鲜，心中激荡着一股跨文化交际与中华文化传播的使命感，敦促我提起12分的精气神，全身心投入在泰生活。幸运的是，除了热情开朗的泰国学生，我还遇上了经验丰富且态度温和的诸多前辈。他们不仅担任着领导和同事的角色，更多的是我的老师。同情相成，日亲日近，因为肩负同一个使命，怀抱同一个梦想，所以我们远赴他乡，投入海外。而现在，在师生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更进一步的汉语教师。在学校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、饱满的，充满无限惊喜和感动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，在未来我还将继续不懈奋斗，精进教学，为国家文化传播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